我们这边张帅是比较弱，通过科学交税、追费达到这个1100斤。 提高30%左右，一天能收到150吨亩哈。实现了分产丰收，主要是科学的防灾减灾保住了面积，精准的指导服务落实了措施，两种两法集成，转化了苗情，高质高产的示范，带动了增产。今年的科技在夏粮生产中贡献是十分突出的。